我是 BB， 我是 Leona。 我们今天来到了华山文创园区。那今天我们来华山要干嘛？听说最近啊有很多很精彩的展览，而且都是免费入场，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吧。哦、oh, ，Let's go。我今天跟 Leona 其实是情侣装。你是说头上松鼠人吗？漂亮。那我们现在第一站呢，来到了反应过激的猫。你看这边，刚刚远远就看到一只反应过激猫拿自拍棒，它是免费入场。这个活动叫玩转动漫 2.0 宇宙游乐园，我们就看看里面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吧。Let's go！ 怎么那么开心啊？哇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这是我的天堂，这是我的天堂。这个是查得到的东西吗？是蛇柱，你认识它吗？它是初音未来，啊、我觉得这只做的好漂亮。它平常长这样，这好像是这个我看过泳装特辑。现在可以装吗？要抓小心，我想抓小心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去换零钱来抓一下。我们进来呢，发现有一个神秘的小暗门，小暗门在这里。我们身后有一个暗门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，我来里面看一下。哦，破鸡猫的星光座吗？狮子座。那请问水瓶座在哪？水瓶座在这边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好完美哦、喔，快点帮我拍照。好了，我们先看完星空长廊，我现在去哪里？我要先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我要去你夹娃娃。不行，你答应我的。我刚刚发现那个有一些很像夜市的小游戏出现，我想要来挑战一下。哎、欸，它礼物都蛮好的。那先夹娃娃。嗯，先玩游戏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。好吧。剪刀石头布。布布。娃娃夹娃娃，我想要夹这一只，这只好可爱哦、喔，这是猪排吗？我觉得我被你骗来换钱哦，我想夹那个，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是什么、啊？是不是要夹小只比较好吃？其实我不太会夹娃娃，你夹一次看看。不要，我夹猪排好了。啊，这么喜欢猪排啊？可是好大哦、喔，我夹起来吗？有机会喽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26公分有猪排，夹一个看看喽，反正才10块。还是夹小心好了。好，我还是挑战猪排好了。你到底想要哪一个？那我抓小心好了。好，来看看，来，你抓哪一个？小八。你在抓哪一个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有没有机会啊？啊，我把它丢得超远的、欸、，BB 看不下去了。哎、欸，要怎么看到？哎、哦，我太准了。哇！有了吗？你丢这么远什么意思？娃娃滑铁卢，没关系，我们花了230块就夹不中，所以我决定改玩在场都有安慰奖的小游戏。这个叫黑洞冒险。哇、哦，嗨啊！安慰奖是什么？是啊，哎、哦欸，还好啦，不错啦，是颇漂亮的。你一定要打到，你一定要打到。好紧张哦！一定要打到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挑战套圈圈。我进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！我今天的第一个奖品，这个会变成是我们儿子的娃娃啊！我们一定要拿到 B 赏，我想要猪排。你现在几颗？4颗。四颗可以拿下面的，下面的也不错。一个 C 赏奖。没有了，我直接给你安慰奖。哈哈。喂，呸！哦。哦，啊，要不要给我？不要。3颗，快点，这2颗就有 B 了。再1颗，这最后1颗。猪排，我中了猪排。Yes， 然后来。开心。那我们现在呢要去玩最后一个游戏，捞球球，这就够3颗了，一分，哈哈，你运气是不是用完了？啊，3分，我拿到最小奖也有保温瓶，啊，好酷哦，那可以装 NONO 的水，来，啊，哪里？哦，你给人家用坏，3分，哦，
一分，谢谢。哎，你的奖品啊，谢谢谢谢，好开心哦，我最想要的猪排。那我们现在来买一下鸡蛋糕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蛮酷的，是人形烧。我们现在拿了超多奖品要来餐饮区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买了一个很酷的东西要来挑战，它也是一个游戏，就是碰糖挑战。噔噔哦，它是那个过期猫的头，哇，搓吗？这个要怎么搓啊？就这么硬，怎么搓？我用后面的看看。哇，断掉了。嗯，还不错吃耶。用吃的，不是用牙签搓。因为刀坏掉了啦。失败了。我刚刚吓一跳，我想说怎么一转眼 ，Bibi 在那边吃碰糖，然后你要用嘴巴吗？噔噔，超可爱的过期猫。吃吃看，耶。喜欢吗？耶、yeah, ，我们的薯条来了。虽然没有抽到奖，没关系，我们来买东西安慰一下自己的心情，因为东西还不错吃。对，它又特别设计的像是那个纸舱的感觉，就可以边吃然后边看外太空猫。好，因为鸡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，我们想要试试看它的巧克力口味，所以又立刻追加了整整的一盒。它的巧克力酱是好吃的，它有一种不知道是茶香还是什么的香气，是吗？我没吃那么多哎，我没有吃的那么深入，那我再来吃。它巧克力有一种香气，招财猫五倍，嗯，吃的好好，好开心啊！这个人还很想要抽一番赏，我的天哪！手中拿一个 F。F 是什么？不要是资料夹都好。是资料夹吗？又是资料夹，资料夹不是 G 吗？噔噔，我最喜欢的木屐。我们刚刚呢，发现在玩转动漫隔壁有一个很精彩的门，我们马上被吸过来，好像也是一个免费入场的展览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走。哇哦。这个在干嘛的？包厢旁边都会有一张书签，可以把缎带绑上去，然后带走书签。好酷哦！上面有推荐我可以看的书，嗯，然后再绑上我的缎带，就变成我自己的梦乡。好喜欢它用钓鱼线把这些素材钓起来的感觉，这样好有层次，好好看哦！你看这个超美，哇哦，好喜欢！女上女战士，对啊，哇哦。听说现在华山这边还有一个人气王也在同时开展，我不是胖虎，他实在是太红了，人超多，我们进不去，没错，所以就草草的拍了一下他在门口的大老虎，赶快撤退。那我们再继续往下一站，我们现在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站，也是即将失血最多的一站，就是泡泡玛特。这个糖果造型超可爱的。哎呀，我本来对这个鸭子还好，没有很感兴趣，可是因为弟弟的嘴巴翘翘的很像鸭子，我就开始收藏这个鸭子。除了那个泡泡玛特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角色之外，还在这边看到了一些我在韩国追踪了很久的人气角色，竟然也买得到，而且不贵，一盒才350，超开心的。希望大家都有挑到自己喜欢的圣诞节礼物。那有空的话，现在华山非常精彩，欢迎大家呢来走走逛逛，千万都不要错过自己喜欢的东西哦。没错，那可能这一部片上的时候已经超过圣诞节了，但是还是要在这边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圣诞节快乐！那记得订阅我们哦，分享、按赞、打开小铃铛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么喜欢？嗯嗯，切歪了。好，噔噔，可爱的小碧琪，开心，耶、yeah。